今天非常非常高兴的是，我们有一位家属，因为我本身也是家属，但我为什么要说特别感谢他，是因为他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哈。那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中心里面有一位老奶奶，非常非常慈祥，看到人永远都是微笑带哈。那是我们的陈冰清老奶奶，然后呢，她的孩子呢，我们的刘新生先生呢，曾经写一封信呢到中心来，那我也大概看了一下，实在是非常的感动。那我们想请刘先生，请问您在哪里？好，我们请他把这封信内容告诉我们大家，好吗？好，我们欢迎他。杨总裁。林董，在座的委员太多了哈，叫不出名字。还有各位贵宾，还有大家各位爷爷奶奶，大家好。在这里，我是生平最荣耀的一次，代表家属在这边跟大家讲出我的心声。那我有两个感谢，一个情绪。第一个感谢，感谢我的妈妈。也感谢所有在座的爷爷奶奶，你们都是非常伟大的，由于你们的这么付出，所以你们的子孙都能够过得很好，在此特别致谢。第二个感谢要感谢的是宜德养护中心，宜德养护中心杨主任，所有的社工还有医护人员，真的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。我记得我们看过很多，也看过更新804，最后选择了宜德。当初推荐我们的就是现在的东吴大学社工系的系主任万兴磊博士。那我在我从804要回新店的路上，发了一个简讯叫我到宜德看，就看了以后马上就选了宜德。因为宜德来讲，它有内部的休闲区、外部的休闲区，然后呢，它的行政团队、医护团队、社工团队非常的能够协调一致，所以在这里就像刚刚杨总裁讲的，你快乐我快乐，他快乐大家都快乐。所以在此谢谢宜德给我们这个环境，也希望未来大家能够过得更好。在这即将春节的时候，祝大家新年愉快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谢谢，非常谢谢刘先生，非常谢谢刘先生哈。哎，我也看到我们后面有一个叫做什么爱乐台山线，他们是呢2003年呢在我们龙潭成立的，这里面的成员是卧龙场，而且唱的歌是非常好听，有老歌有新的歌曲。那希望呢这些歌曲呢能够带给各位的一些回忆，回到当时的时光，爷爷奶奶可以去听听看，来感受一下。那我他们要表演之前呢，我先来介绍他们几位啊。我首先来介绍的是他们的团长，也是他们组长，叫做戚俊牙。戚俊牙先生目前是我保险业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经理哈。那另外我们看的是钢琴张宏宇先生，他是我们爱乐管弦乐团的团长啊，龙潭爱乐管弦乐的团长。另外我们的小提琴陈怡秀，他是我们的弦乐指导老师。另外是我们的鼓手，哦，各位看到人小志气大，张燕杰，张燕杰小朋友，龙兴国小的小朋友啊。另外我们的打击吴福国先生，哦，他是我们面包界的烘焙达人。另外我们的吉他手李元亨主任，他目前是我们国小大国小的主任哦。另外是我们的曾前志先生，他是一个通信器材的研发部的一个经理哦。那另外还有一位要特别介绍，也从高雄而来的，是我们的二胡张宏祥先生，他是我们的钢琴张宏宇先生的弟弟，千里迢迢哈。另外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特别特